小姐点到而已。好，所以我其实希望那个脚是这样。好。好。撑开看一下。MV 概念是我们写了一个宇宙，女人是宇宙的中心，然后男人闯入了这个女人的宇宙里面，然后带给了她一些东西之后，离开了这个女人的宇宙。但其实脚本的最后，我们有跳回来，就是让她回到一个某个安静的午后，男人其实只是睡在她的旁边。这边情绪给一样给我，但是 不需要到像那样草原那么多。好，其实什么事都没发生，但却也发生了。即便你们结婚了，即便你们在一起，但有时候你还是会觉得对方的心很远。就是我要写一场戏是有吻，可是吻这件事情，看你如何好的，我看就没关系。我先给你取下，不一样。我想看，我想看。导演都害羞了吧？不要结婚，不要叫女性了，爸新娘了，这个删掉。